太小单了吗？看不到那个突破619是不是？阅读对隐藏盾的 bug 我不知道，谢谢订阅。哇，我这边铁扇又没洗到了，完蛋了，完蛋了，1234，这边先把它全部，先消掉再说，然后再来慢慢打这个。哇，好痛！太小了、哦，我怕用太大，人家要说什么？怎样的？露天拍卖 WWE， 这边的话，我个人是觉得。先敲他一波，有天降比较猛，哎，等一下，没有笑到那个强化，地狱级效果何止哦，可能会捡到疯掉了。这边的话呢，我决定何止。然后铁扇为什么没开呢？为什么没开呢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哦，五颗水。谢谢，感谢小魔法子赞助。做效果辛苦了，聊天室都要乖乖哦。乖乖哦，乖乖哦。哎，450D 哎，哇！这边要转33比较好。应该够吧，这应该是可以带走。OK， 用什么程式看神魔之塔关卡资讯？我用 G8 Game。这边一定要。拜托，不要消掉我的心珠，求求你，有。金珠，不要消掉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！好，五颗有点危险，非常的危险。我这边呢，只能开龙颗了。你看还不给我天降，我也是醉了。
有了有了，三颗强化珠。应该是补得回来啦、给他死，有了。这边呢，我们就给他开下去，全部送给他。我想一下怎么管比较好。这个板其实是可以消光的，但是两秒转速转不到，算了。好啦，终于过了。